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，好看吧？我现在这个位置叫绝拔山，海拔3911米。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还可以啊，没有高反。看这都是经幡儿，这是。然后跟大家说一声，今天看那个视频是昨天的，就我们昨天就到了那个芒康。然后昨天下午洗的那个被子之类的，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就走了，因为昨天赶路，然后又洗那么多东西太累了，视频就没做出来，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才做出来，所以发出来，大家以为我们今天在那个芒康那啥，其实我们已经到这个叫绝拔山了，然后再往前应该是几十公里会到左贡了，但是那边显示路好像是不通，所以说我们也不着急。黑妞啊，过来，来，快过来，来。你我看你这小脸咋造的？哎呀哎呀，我看来过来，过来来。黑妞，黑妞，这一天，昨天说给黑妞洗澡，没敢给她洗，因为我怕给她洗感冒了。今天天气好啊。我们早上从芒康出来的时候万里无云，然后走到这里头现在能看见点云彩。刚才老叶还给我发他到人无湖了，那人无湖说那老漂亮了，我也快了，我过两天也就去了。到处都是美景，我就说了嘛，只要是晴天那就是美景。看看对面还有雪山呢，这蓝天白云雪山啊，不能做剧烈运动啊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向往西藏了，是高原蓝哈。一般的城市是看不到这么蓝的天，这么白的云。这应该让老外来看看啊，就问他啊 ，beautiful 不 beautiful？ 哈拉少不哈拉少 ，good 不 good？ 啊，哈哈，走，黑妞。走了，回家回家。这高原的天气就这一点好，太阳一出来感觉很温暖，然后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天气就变凉了，晚上睡觉不热，它这个昼夜温差特别大，白天可得达到二三十度，晚上的话可能达到零下，有的时候这就是高原的气候，但是平均来讲也不是很冷，即使零下了也感觉不到冷。昨天我看天气预报，芒康那边还显示-2度呢。但是昨天10点多我遛黑妞的时候也没感觉到冷，就穿这一身，还可以，温度非常好，适宜。黑妞，你干啥去了？你念经呢？哎，黑妞，黑妞，过来，走了，走走走走。从哪里过来啊？从哪里过来啊？从云南那边。哦，一直带着他玩。对。多大了？3岁了。3岁了啊。嗯。妞，走过来来。坦克300呢？这现在最火的一车了，这是。带个车顶帐。这车好是好，就是有点小。黑妞，不是。啊，你造的灰头土脸的呢？你干啥去了你？啊？这海拔4000多，这桶都没有气儿。来喝水，往后。喝完了，这大脸盘子。嗯，好了。休息会儿吧，这家累的。休息了啊，能看见这里海拔多少吗？海拔5056米。黑妞来这玩雪呢。哎呀，黑妞，带你爬雪山呢。黑妞，黑妞，快来，上来来，上上，看看，哎哎。哎呦，
哎呦，这雪啊，好过瘾呐、啊！我现在这个位置在左贡县达旺镇，我说话大家能听见吗？这里风声很大呀。黑妞，在这玩雪吧，这个雪对应你是最好的，一黑一白。哎呀，快打个滚，滚一个，黑妞，哈哈哈，黑妞好开心呐、啊，我也好开心呐、啊。这么深，哎呦，我去！太好玩了啊！哎呀，我得倒到鞋里的雪呀，鞋里头进的全是雪。好玩吧，开心？不是，开心吗，黑妞？啊，大漂亮，是你漂亮还是雪山漂亮？雪山也没有你漂亮，是吧？看看远处这蔚蓝的天空，哇，给大家看看，这是太阳，太漂亮了。等我有条件了，我一定要挑战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。我相信我的体质肯定能攀上去，因为海拔5000多米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了。来到这里啊，什么烦恼事都没有了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，是不是黑妞？啊，黑妞，黑妞，哎，你有烦恼事吗？黑妞更没有烦恼事。黑妞，咱俩是最佳搭档吗？我跟黑妞俩是最佳拍档，不高反，不晕车，什么都是刚刚好。海拔5000多米都能一直陪我玩，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啊，你咋这么厉害？又漂亮，又好看，又厉害，这是谁家孩子呀？谁家孩子这么好？行了，走吧，咱俩回家吧，回家走。又挑战一个海拔5000多，嘿嘿，气不长出，灭不改色，是不是黑妞？人生要不断的挑战自己，这样才活着才有乐趣，是吧？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没有人类干不成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什么啊？怎么说那句话来着？世上无难事，只要敢攀登啊！这有什么难的，要干就完了。走，你看看，你瞅瞅这矫健的步伐。瓦蓝蓝的天上飞，老冷啊，我在拉萨眺望北京啊，
侧耳倾听是黑妞的声啊，大明的川，我穷山峻岭啊，嘿嘿，走嘞。